唔准喐。细路仔咁喂食，边日叫佢喐啊？乖，细路哥唔识世界，唔好怪我。街坊咧，全部走过晒我哋呢度。唉，严秋姐真系好嘢。诶，咧，你饿唔饿啊？使唔使买啲嘢俾你食啊？唔使啦，食饱咗，等阵点翻啊？饮茶，班主。好啦，严秋姐，唔阻你，我翻出去先啊。嗯。最难当何方了寇正来侵还须力压头抵抗依老身闲庭上边声势壮凭我一啲根寒冷漠定可思难得热爱，谁清自觉？大家停一停。你终于翻来了，咁就好了。我间房仲喺唔喺度啊？喺度，梗系喺度咯。而房嘅嘢啊，一啲都冇喐过。睇下你啊，翻嚟都唔通知声。诶，晶晶啊，呢个就系你阿哥。佢有乜资格做我阿哥？
还不是被个古装在外面搞不定啊，死翻翻你废柴。我回房先。啊不用了，我自己定。你唞下先啦，田叔啊，今晚要煮得好餸，我要食得豐富啲。知道啦，班姐，我去斬料。啊，好。晶晶啊，要唔要叫你阿哥出嚟食饭啊？要咗啦，唔信你自己叫啊！仲有啊，佢唔算系我哥，我哋都唔系同一个妈生。中华，坐呢度啊，坐呢度。真系多得你啦，今日先有咁好餸，仲有鸭又鱼。讲完未啊？你嚟吓自己先啦，书要读唔成，要唔肯做戏。咁又系啊。我又不是讀書人，不像那些人讀書讀到可以出版社。仲華，不要理他，以後吃完飯跟爸爸聊聊天。這十幾年你在外面的事情告訴爸爸。還不用說，當然在外面撈不定了。我還記得有人說過不發達不回來。你放心啦，你一毫子我都唔会分。我唔食啦，想出去行啦。中华，你都唔食啦，讲都讲薄啦，翻房啊！子君，我同你嘅分开系因为我哋真系唔夹，同我哋一齐去做出版社，俾人呃咗嗰件事根本就冇关。如果啲钱你追得翻嘅，就留住佢。多谢你照顾咗我咁耐，保重。我知道就俾我。系，秋姐。你嚟追先。喂，你究竟伤成点啊？睇咗医生啊，我顶得住。顶？
你点顶啊？由你扭亲脚嗰日开始到依家咧，几乎场场都出事嘅。你听唔到出边啲柴台声咩？你再咁落去啊，赔钱都赔死我啦！咩？继续落你啊，仲有几场啊？你叫我点收科？哎，苏丽，你都系时候上位啦。由听晚开始，你顶佢啊！多谢班主。班主，仲有三台戏啫，你边度挨埋去好唔好？个舞台属于我噶。你唔使讲咁多，就咁决定啊！搵人扶你翻休息。多咩谢啊？几时轮到你搭嘴啊？你同我玩鞋都未到班啊！喂，公仔啊，中华。喂，中华，你唔喺大陆咩？仲记得我电话？喂，你喺边啊？我琴日翻咗嚟啦。点啊？你今晚有冇时间？一齐出嚟饮杯嘢。好啊，你喺大陆发达啦，唔系你都唔会翻嚟啊。乜鬼啊？系输咗先翻嚟啫，所以咪搵班兄弟睇下有冇嘢谂下咯。唔系啊嘛，中华你讲笑啫。大班主，几时轮到我帮你啊？佢啲嘢关我咩事啫？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老婆叫我。喂，下次你联络啦，系咁啦。喂，喂。喂，吴子君啊，我哋你可唔可以翻嚟啊？我哋再倾下。你有冇见到啊？乜嘢？头先嗰两个细路啊？唔该，停一停，师傅。小敏啊，呢度唔系咁样嘅，前段都唔系咁唱嘅。我教你好多次啦，你望住我，师傅唔该。是这样的，做多次给我看。得君见爱心欢畅，双双对对情意长，喜关醉永共唱。情无量，对君爱念长。坐小你啊，你们休息一下先。系啦，今日刚好人齐，计咗啲人俾你食。给我企喺度，个衰女啊，要同埋朱孟九游幻天光，而家先至得掹翻屋企啊！我啲 friend 唔系咩猪朋狗友，个个都上等人，系你睇唔起人啫。哎呀，班主啊，唔好咁怒气啦，佢咁大个女，佢识谂噶啦。佢识？佢廿几岁女啦，咩都唔肯学，咩都唔肯做。成日游手好闲，
我叫你站在那里。记住啦。你。班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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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医院先，你哋阵间过嚟啊！医生点啊？佢而家暂时度过危险时期，呢几日好好养，俾佢休息多啲啊！放心啦，我哋会留意住佢噶啦。唔该，医生。俾啲時間清清，睇下班長嗰啲啊！而家你有冇時間？有個地方我想帶你去。对不住啊，爸。唔好介意，而家唔知你爸爸几时可以出院，但系套戏就嚟开锣鼓。不可以冇咗个班主，我想你应该站在你爸爸的位置处理剧团啲嘢。但系处理剧团啲嘢，我一啲都唔识。况且我唔该，谢谢。先生，你唔好怪我多口，我都系为你好啫。咩事啊？呢期七月，你唔好周围走啊！点解咧？如果唔系，有啲嘢，我惊你见唔晒啊！傳統神功戲啊，每逢農曆七月做俾神鬼睇嘅。你阿爸每年都會做，今年揀咗呢度咯。呢一排係唔俾人坐噶，到時係俾佢坐噶。咁點解每年都要做場係俾鬼睇啊？因為到時希望佢哋掛住睇戲，冇時間玩替身咯。如果你阿爸个病令到我哋演出烂尾嘅话，赔钱真系少少，好影响我哋声誉噶。所以如果你肯翻嚟帮手嘅话，我咩都唔识。唔紧要噶，我可以帮你噶。你知唔知你阿爸佢真系好想你翻嚟接掌噶？你哋中间发生咩过节？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很挂住你的。今次我回来见到他，他老了很多。不过以前的事我不想再提。OK， 今天没提了。我介绍些人给你认识。大家麻烦停一停啊！而家班主已经过了危险时期，不过暂时冇咁快可以出院。咁依家我哋点开锣啊？冯仙秋剧团嗰度啊，都已经开咗锣几日噶。唔使担心嘅，而家由班主个仔嚟处理我哋剧团啲嘢。佢做得唔得噶？呢个系班主嘅意思。咁多位前辈，以后请多多指教，大家叫我中华啦。就睇你点带领我哋啦。我哋大家都冇嘥时间啦，继续练习啦吓，继续练习，嚟，继续啊！呢班人里面咧，我硬系觉得阿权叔啊同阿贵哥好似好唔中意我。你唔好咁啦，权叔佢冇嘢噶喎，至于个贵哥。他的脾氣就是這樣，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跟他分了手。我聽說你是做生意失敗才回來。是啊，我原本在大陸搞出版社的，誰知信錯人，自己又外行，被個中間買手騙下騙下，騙到整間公司都沒了。我家很窮，自细入咗戏班之后，就一路做到而家。都唔系啊，你都做到花旦啦。虽然我唔识啫，但有时我听到你唱大戏，你唱得几好听。咁即系都证明你都识欣赏大戏噶。咁你嚟接手冇问题啊？
你 OK 嘛？早唞啦。早唞。小燕，冇事啊嘛。今日有冇见过阿小燕啊？我未见佢翻嚟喎。唔知有啲咩我可以帮下手噶？帮手洗埋个吉子啊！好啊。喂，你搞咩喺度？你尊重下我哋劇團啲嘢好唔好啊？用腳推，傑仔過嚟幫手。邊個將個吉字埋咗口㗎？係咪想我哋有口難唱啊？講啊！係代班主寫嘅。呢啲系戏学行规，你咁样仲系破坏传统习俗啊！对唔住，唔好意思啊，呢啲嘢我迟啲慢慢教你。嚟送嚟咗，第二交开饭。食嘢之前，我有嘢要讲。头先嘅事，我以后唔想再见到。我明白大家唔接受一个行外人做班主，但我会认真努力嘅。我阿爸一出院，我会将所有嘢交翻晒俾佢。到時大家當唔識得我都得嘅，我做嘢啫。大家食飯啦。阿哥，我會支持你噶。
仲未休息嗬？咁夜嘅？我真系唔可以离开舞台。你俾多次机会我，可唔可以？入去先讲。神功戏棚里面真系好多传统嘅规矩。之前我讲咗啦，破台仪式进行嗰阵时系唔可以望唔可以讲嘢嘅。对唔住，坐。啱啱你睇个台，怨叹白虎系叫破台，辟邪驱鬼。祈求安详。头先你入嚟嘅时候，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台上个神像呢？佢就系我哋离院嘅守护神华光先师，治邪驱鬼。按习俗嚟讲，神像系应该要安放喺左边嘅。一时之间讲唔晒俾你听，不过唔紧要啊，慢慢你会惯嘅。Serena， 我今晚买咗飞睇戏，我哋一起去好唔好？我想你误会咗啦，我只系想帮你嘅啫。你都系出嚟等我啦，我想专心化妆。我女人好得闲噶，我哋再约啊。阿哥，我煲咗粥俾阿伯食，要唔要跟我一起去医院探佢？好啊。都唔系嘅，我也系火爷一步登天噶。只要有恒心，总有一日佢哋会扶你。我讲那句话，
未必全都啱。你感觉啱啊，就听好了。我就不会搞，我从没顾客到你的理想，做起你从来不怕紧，一个冷半军头啊，都还我蒙上。都不是啊，事实证明你讲的嘢是啱，是我冇听的。对不住阿爸，咁多年嚟，我都冇好好咁照顾过你。明噶，你翻到嚟够啦。班主，你觉得点啊？医生，我将留意观察你。系啦，个气带打成点啊？搞掂咗啦，啱啱破咗台。宋华咩都冇识，小燕啊，你要多啲提点佢啊，啊？阿爸，我想跟燕姐学戏。学戏好辛苦噶。燕姐，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如果你真系有心想学嘅，我可以教下你嘅。你终于肯学啦，真的好辛苦噶，你顶唔顶得住？我可以应付。贵哥，后台。
点啊你？你系咪当我梅香啊？你而家玩到啲事啊？我几时先可以上舞台啊？你哋边个当我死人咁拜啊？系咪你做噶？唔系啊，唔系我做噶。喂，哥系咪你啊？喂，点会系我啊？傻嘅咩？寻日用埋一吊线嚟砸我，砸我唔中。今日就用元宝蜡烛香嚟拜我。你哋究竟有几咁唔满意我？系嘅，咪企出嚟讲咯。唔好做埋咁多幼稚嘢得唔得啊？
我跟你们说过你们不可以再教他。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听呢？你们没人认的嘛。不要紧啊，我迟早都找到办法知道谁做的。你们够胆就做多一次。我不想再说，请你们回出去。不好意思，小燕，我觉得越近开锣鼓，剧团就好似越嚟越唔妥咁。点解唔妥？其实我仲有啲嘢想问你好耐。有一次我哋咪一齐去饮嘢嘅，咁跟住我哋就。你记不记得？我只是记得那天我喝多了，我没什么事。没事。上次你说想看那部戏，到了。小燕。自细就有一种病，佢休息阵就冇事噶啦。你要行多啲先会快啲好翻。知噶啦。静静啊，呢个戏我哋点啊？佢学得好快噶，7月14日咧可以俾佢上台试唱。啊？上一分钟太下神一功，依家先活咗3-2日啫，冇话讲你冤门啊，你连开门都未得噶。上台唔系讲话嘅，要对观众负责。阿爸，我可以噶。同埋嗰日，我想着住阿妈嗰件衫上台表演，可唔可以啊？我觉得可以俾佢试下。天天推人踢人妈的，你得告诉我知，最近 K 团竟然发生咗咩事？讲啊！我话要着佢件衫啊！Huh?
Thank you.
撳住。你的膝頭哥移咗位，醫得翻就算好彩啦。你兩父子都唔知做乜嘅，你又整親只腳，佢又入咗院，佢而家點啊？佢應該都冇乜嘢。你仲未答我啊？點整親噶？而家係農曆七月，時運低咧就好容易撞到啲污糟嘢噶，輕嘅咧就小傷小痛，重嘅咧就會大病一場。你哋戲行係食四方飯噶嘛，對神鬼要尊重。你彩排同埋演出，有冇買啲祭品嚟拜下四方咁樣啊？阿爸一早做咗啦。唉，一個還一個。你既然接手，即係重新嚟過，表示對佢哋尊重咁樣。青青啊，咁你幫我安排一下。嚟。喂，系咪中华？系啊，边位？我系子君嘅老豆，子君上个礼拜跳楼自杀死咗。子君死咗？点解会咁啊？冇理由嘅喎，我上个礼拜才同佢通过电话啫。你害死我个女，佢就留咗封遗书俾你。你夠膽嚟翻嚟攞啦！你睇下我錄到啲咩？你過嚟睇下。你唔好过嚟！你做乜想杀我？你仲系小二？
两位手足做嘢爽手啲啊！听日咧就开锣啦，把握时间啦。贵哥，贵哥，又系你啊？你又想点啊？我一时间都唔知点同你讲好。总之听晚嘅演出，我想取消佢。喂，嗱，我就唔知道到底你想搞啲乜嘢啊？总言之咧，台啊已经搭好啦，台又破埋，神又拜过，你无端端话取消喎，咁只系呃神骗鬼，你咁样我哋会濑嘢噶。系，我以前喺大陆嘅女朋友啱啱自杀死咗，我觉得佢翻出嚟搞我，咁我都帮你唔到噶。喂喂喂，讲开又讲啊！啲行家话今年我哋抽到做神功戏嘅地点啊，喺40年前啊，有一个戏棚一场大火烧死晒啲人，都唔知系咪呢件事嚟搞住我哋嘅。袁叔，人讲你又信，傻嘅咩？做嘢啦！即喂喂，扫干净啲啊！嗰度。究竟发生咩事啊？
你喺边度啊？中华，你没事你？走吧，走。
中華